要有度，要有量，要有进，要张弛有度，稳一点。 动作模式下，鼠标隐藏，移动鼠标即可旋转视角。动作模式下，鼠标隐藏，移动鼠标按住键盘上的 W 键盘上。拖动鼠标可以调整镜头。女人就在流花宫，你要上？没。 结界已破，惊蛰较近的，其他名门正道一样近的。在我过来之前，咱们和秦灵之盟一块儿，已将那些讨厌的家伙都肃清了。小桃跳进了禁地，至于小江，他被那个红头发的重巫师带走，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。 鼠标右键使用淬风式攻击目标。 邪香，我这法阵阴气极重，只怕当中有无数鬼魅缠身。你等会。 好险，你的魂总算回来了。太好了，你听姐姐说，咱们流花宫封建50多年，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，只管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。我长到这么大，还没见过那么多外人呢，唉。 小江说外面的人又贪又坏，连他都着了他们的道，我又怎么应付得过来呢？
既然大家并无异议，那咱们就按玉龙生长老的法子，除了不讲嘛，走。你们流花帮的人都是这样沉默寡言吗？咱们商量了两个时辰，就没听你们讲过几句话。我刚从师门借来一件疗伤秘宝，应该也能。唉，不请自来，不问自答，还真是一位谦谦君子。你这月露，你们龙鹰的功法似乎是以秘术将灵石石灵与自身魂魄融合，可谓半人半灵，一人一刀，所以短短数年就能得到常人百年苦修才能拥有的修为。不过我有一点不明，想要向你请教。这种法门似有隐患，随着修为加深，你们的身体会出现无法自控的石化症状，心性上也会见识七情六欲，直到心如铁石。而且你的功法似乎又与那些男弟子不同，灵力更盛，但若是继续修行下去，风险也将随之增加。